果上天有人俾你睇翻，你愛唔愛而家？我未有咁嘅準備，想睇翻。我好 enjoy 我個 blindness 嘅 life， 真係好 enjoy 我 blindness。佢俾到好多我學習嘅空間，學習嘅我從未遇過嘅嘢。我30歲前睇到嘅嘢，我學嘅嘢，同而家我30歲後學睇唔到嘅嘢，係完全唔同。即使是一杯咖啡怎樣沖，看到和一個看不到，或者是想一件事完全不同，我很 enjoy， 也都很我很adapted 那種 technique， 和我很喜歡學的東西，我沒學過的東西，完全沒學過，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會做得到這些東西。